大家下午好，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小米广告在机器学习平台方面的一些实践。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黄飞，目前是小米互联网业务部商业平台技术部的负责人。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小米广告现状的大致介绍，第二部分是关于特征平台在小米广告中的实践，第三部分重点针对实时化介绍一下特征平台是如何支持我们的实时特征、实时样本和实时模型，最后一部分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模型训练管理平台。首先介绍一下小米广告的概况。我们小米是2014年底、2015年初开始互联网商业化，经过了8年的时间，形成了包括 SSP、AD X、DSP 一个完整的广告体系。商业化的媒体覆盖了应用商店、浏览器、视频、AIoT。等20多个小米自有的媒体，除了自有媒体之外，我们还有2000家的生态开发者也对接了我们的广告系统，我们为他们提供了成熟的商业化解决方案。在刚刚披露的小米集团2022年第一季度业界业绩报告中，周一的广告收入达到45亿元，同比增长16.2%。广告推荐是根据用户的一些兴趣偏好，毕竟用户最感兴趣的 APP、网页、商品等等，整个流程会包括召回、铺排、金牌、重排、选择这样几个过程。首先会根据用户的兴趣属性，从百万级的广告候选集中召回万级别的广告，然后经过简单的铺排和复杂的金牌，从中选择出用户最感兴趣的广告展示给用户。在召回、铺排、金牌阶段，会涉及大量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一个典型的机器学习算法实验，会大致分成样本生成阶段以及模型训练与上线部署2个阶段。在样本生成阶段呢？算法工程师会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进行相应的特征工程，找出最能反映优化目标信号的数据，并转化为特征，同时与标签数据进行结合，产出样本进行训练。在训练阶段，算法工程师会利用机器学习框架编写训练代码，产出模型。在完成离线效果验证之后，就会将模型部署到生长环境中进行在线推断。在广告这个场景下，主要是完成点击率和转化率的预估。我们知道，算法的迭代速度越快，你的正向效果的概率就越大。在整个算法迭代的过程中，特征工程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否在众多的数据中找到反映业务目标的信号，并快速迭代验证，就至关重要。特征平台是我们整个机器学习平台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目的是将算法工程师平时特征工程中固定的模式、流程进行工具化、平台化，从而提升整个算法团队的工作效率。在小米广告的早期，一个算法项目往往由一个算法工程师单独完成。从特征的设计、分析，到特征的抽取、样本的生成、模型的设计，以及离线实验的开发、校验，最后再到服务的上线、部署，都由同一个算法工程师完成。但是随着业务数据量的增长，模型复杂度的提升，系统部署的难度
不断上升，由单个同学完成整个端到端的流程的难度就越来越大。下面几个问题尤为明显。首先是算法整体的迭代效率低，很多模型实验项目80%的基础特征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是不同算法同学完成，特征不复用，造成了相似的数据生成了多份，导致了存储和计算资源的浪费。第二个问题，很多实验离线的效果很好，但是一放到在线生产环境上就没有了效果。这往往是由于线上线下所使用的数据代码存在着不一致性所造成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的特征规模越来越大，模型复杂度越来越高，对算法工程师的工程能力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不同的算法工程师的工程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就需要将一些公共的逻辑进行抽象，来尽可能的减少算法工程师在工程能力上的个体差异，并通过统一的性能优化来提升整体的效率。特征平台在功能模块上包括特征管理、数据源管理、样本管理、质量监控四大模块，支持数据源、特征、样本的注册以及搜索、复用，并且能通过 UDF 的形式支持特征的 EDL、ID 化、编码，并通过配置化的方式对离在线的数据任务进行统一的管理。同时支持实时特征、实时样本、实时模型，并提供数据、特征、样本质量的度量。特征平台提供三大类的特征能力。第一类是 String、Long、Float 这些原始类型的普通特征，比如广告的标题、描述。最近一天点击的广告数量、某一位置平均的 CTR 等等。第二类是多个维度交叉后生成的特征，比如地域交叉上广告标题的分池，然后进行 one hot。第三类是 map 类特征，即我们常说不同维度下的统计特征。算法工程师按照我们预先定义的数据格式，将特征数据注册到特征平台上，然后通过配置化、算子化的方式定义特征抽取逻辑，并且和样本标签进行 join，最终生成我们的训练样本数据。我们的数据中有很多文本的形式，比如广告的标题、描述等等。这些数据往往采用字符串的形式表示。这种格式在离线训练和在线推理的时候是性能极其不友好的，因此我们自己设计了一套哈希编码格式来加速特征抽取的性能。我们将特征数据分成类型和取值，然后分别用固定的位数来进行表示。特征的处理都是通过相应的位运算来实现的。相比于字符串拼接的方式，数字化的特征编码能够提升12%的性能。我们的特征数据生成好之后，并完成了离线的模型训练，还需要将特征灌到线上的 QV 库中，供在线服务做推理使用。在初期，这个动作都是由算法同学自主完成的，它需要编写特征的导入导出代码，并自行管理任务的调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代码的错误，并且在大量算法实验的情况下，资源难以保证。特征平台提供统一的线上特征数据源的管理，将原来由算法同学手动操作的流程平台化，来减少人为的工作。我们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区分公有队列和专有队列，来保证线上数据产出的实时性，进而保证线上的效果。在样本生成阶段，算
上网同学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做一些过滤，比如他会根据最近的活跃人群以及特征有效频次来选择样本。那特征平台支持以 UDF 的形式把过滤这样的功能融合进来，帮助算法同学提升样本生成的效率。在特征平台之前，所有的特征处理都是由算法同学完成的，他们需要手写 SPA 任务对数据进行处理。为了加速这个过程，我们定义了一套面向特征构建的 DSL，用配置化的方式描述对原始数据进行特征的抽取、转化并生成样本的过程。在算法实验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离线实验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在生长环境上效果却不尽人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离在线的数据不一致，或者离在线的特征处理代码不一致所造成的。特征平台通过对特征数据的统一管理，使得离在线使用同样的特征数据，并通过平台自动生成特征抽取代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离在线不一致的问题。总体上，特征平台缩短了我们算法实验从设计到上线的整个周期，同时降低了整体的存储与计算开销。在我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特征的存储开销降低了55%，并且通过统一的框架层的编码优化，提升了在线推理的性能。在线的特征处理延时降低了60%。下面这两个图是我们特征平台的界面展示。特征平台还提供质量监控的功能，当特征样本数据在数据量执行时长时出现异常的时候，平台会自动的向相关的算法同学进行告警，并阻止相应的特征数据模型推送到线上的生产环境中去，避免造成损失。接下来介绍一下实时化。实时化是业界公认的算法效果提升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从2020年起，我们也从实时特征、实时样本、实时模型三方面逐步推进了我们的实时化，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实时特征能够更快地反映单个个体的兴趣行为的变化，比如我最近打算出国旅游。那给我推荐打折机票或者美食，我就有更高的点击概率。实时特征比较好理解，当我们的实时流将数据上报我们的消息队列，我们的实时框架就会将数据进行处理转换，一部分实时灌入到我们的在线特征 KV 存储中去，供在线算法引擎做推理，同时会生成一份离线数据，供我们生成样本进行训练使用。实时模型能够更快地捕捉一群人的兴趣与行为偏好，比如最近上架了一款新的饮品，模型怎么能更快地知道哪类人会更有兴趣购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时模型的能力。实时模型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实时样本。一个是在线学习的能力，在广告领域，算法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用户数据，比如用户的人口学属性、兴趣属性等等；第二类是广告数据，比如广告的标题、关键字、类别、图片、视频特征等等。那第三类呢，是上下文特征。这三类数据有些是实时的，有些是离线的，要做好实时样本。就是要在多个离在线数据源中做好 join 相关联。那这里面呢有几个注意点，一个是在线做预估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特征 KV 中获取特征，这时获取的特征可以存储下来，为后续做离线训练使用，而不需要在构建样本的时候对特征缓存进行重
重复读。第二个是广告的点击、转化，这些正样本的行为，相对于请求、曝光，有着明显的回流延迟。因此，在流失的场景下，对负样本的判定与偏级有所不同，需要结合算法策略，采取某些负样本生成策略，以保证有好的效果。那第三个呢，是在实时的场景下，数据的数量以及样本的分布与偏级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时呢，对数据的质量监控的时效性要求也明显高于偏级。我们把实时样本的生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数据对齐阶段，这部分只是实时的收集请求时的上下文、用户画像以及请求时的广告数据，产出对齐后的请求数据。第二个阶段是标签的填充，这部分负责从点击转化日志中提取正负标签。实时的产出正负标签流。第三个阶段是将第一阶段的请求数据和第二阶段的样本标签数据相关联，并根据对应的特征抽取代码，最终输出样本数据。下面分阶段给大家详细展开介绍一下每个阶段都具体做了什么。在数据对齐阶段，主要是实时的收集请求时的上下文、用户属性、广告数据。以便后续和标签数据相关联。首先，请求数据的采集是通过在线预估服务中进行日志买点所完成的，输出给实时流，然后通过 Flink 的多流 join 完成数据的关联。这里会存在一个问题：广告下发之后，用户的曝光、点击行为存在一个回流延迟，因此我们需要对请求相关的数据进行缓存。如果这个缓存过程都在 Flink 的内存中进行，当这个延迟过大的时候，Flink 的内存消耗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引入了 Pegasus 作为中间缓存，将请求相关的数据存储到 KV 中，等待用户的行为数据回流。第二个阶段就是标签填充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的判断正负样本。在广告场景中，当用户看到一条广告，就会产生一个曝光事件。如果这个用户后续没有点击，这条曝光就是一条负样本，否则它是一条正样本。在实时流的场景下，当我们收到一条曝光时，我们不能将这条曝光等待一天，看后面是不是有点击行为来判断是否为正样本。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做法是通过算法对每条事件预估一个后续可能转化的一个延迟时间，当发生超时的时候，这条事件就会标记为负样本，然后采用一定的采样策略下发。在超时前，如果收到了转化事件，转化事件将会标记为正样本，进行下发训练。那这个过程就是标签填充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样本提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实时的行为标签会和请求的缓存数据进行 join，最终产生样本数据。在这个阶段，我们通过自定义的 DSL 来编译生成特征抽取代码，从而使多个相关关联系统使用同一份代码，避免造成线上线下不一致的问题。第二个是使用自定义的特征编码来加速样本的生成。总结下整个实时样本到模型产出的整个过程。首先，在这个 PPT 里展示的上半部分，当一个广告请求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在线算法引擎会实时的从在线的特征 KV 中获取用户的属性信息，从请求中获取上下文数据，并从广告数据中获得广告信息，形成实时的请求级别的特征数据。放到我们请求数据缓存中，实时行为上报之后，与请求缓存数据关联，从而产出实时的样本流，以小时级或者天级的方式进行训练，并产出模型加载到线上，供在线服务进行推理使用。
最后介绍一下实时系统的监控。以数据对齐阶段为例，在流逝任务的每个关键节点后面，我们都会挂载一个 Monic Sync 组件，用来收集这个任务中的业务以及系统等各个监控指标，统一输出到外部的监控队列中，并且部署了一套 Apache 德鲁伊的 OLAP 分析引擎，用来监控特征样本生成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数据，比如样本数量、特征历史率、后验的 CTR、CVR，来保证整个计算过程的稳定性。这里是我们监控系统的一些示例。在小米广告的算法流程中，我们大量使用了我们自研的 KV 存储 Pegasus。我们通过特征平台将天级的特征数据以及实时流中的实时特征数据灌入到在线的 Pegasus 存储中，供在线服务进行推理使用。目前，Pegasus 整体的读吞吐量为每秒30万，写的吞吐量为每秒6万，总的特征存储数据超过了6T。Pegasus 目前是阿帕奇的项目成员，它基于 LossDB，并能介于 Redis 和 HBase 之间。那我们为什么选择 Pegasus 作为我们的特征缓存中间件呢？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特征数据是存储在 HBase 中，访问的延迟较高，且特征数据更新时，由于 HBase 记忆力影响，读物延时大幅上涨，可用性无法接受。但采用 Redis 存储，整体的成本过高，最终我们在权衡了性能、可用性以及成本的情况下，选择了 Pegasus 作为我们的特征缓存中间件。Pegasus 的存储采用二级索引的方式，类似于 Redis 的哈希结构。对于用户特征，使用哈希 key 存储用户 ID、short key 存储数据源 ID、value 存储特征值序列化后并压缩的二进制字节。对于统计类特征，哈希 key 存储篮子编号，short key 用于存储数据源 ID，value 存储相应的特征值。特征平台在离线写入特征数据时进行了优化，它会把相同的 ID 的不同数据源离线相交在一起，同时使用 Pegasus 的 Multi-Set 模式进行灌库，从而提升整体数据写入的性能。在线预估服务读取特征时，我们会使用 ID 以及本次请求需要的数据源列表进行读取，避免了读取多余的特征数据，并且开启了 Pegasus 的 backup request 功能，降低了长尾的读延时。它的原理是在一次性要求不高的场景下，将长尾请求转化到不同的备份集群，来提升整体的在线读的效率。我们线上的特征有实时的，也有天级的。为了保证在批量灌入天级特征时，在线服务具有比较好的读延时，我们采用了读写分离的思路，使用了 AB 集群，通过 JK 记录集群的读写状态，每天批量更新特征时，先更新 B 集群，此时 B 集群停止服务，我们的读请求由 A 集群来承担。同时更新采用 buffload 的模式，直接将批量更新的数据转化对应的二进制数据导入到 Pegasus 的磁盘中。当 B 集群更新完成之后，会进行 compact 的数据整理操作。之后，我们将 B 集群标记为只读，对 A 集群进行只写标记，开始更新 A 集群。那整个集群的更新流程和 B 集群更新一致。当 A 集群完成更新之后，将其的状态标记为只读。那这样呢，通过我们的读写分离，使得特征在写高峰期的时候
读的延迟由原来的20毫秒降低为2毫秒，同时呢，能够支持高速的 QPS 写入。最后呢，介绍一下，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的模型训练管理平台。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部分，今天最后介绍一下我们的模型训练管理平台。早期我们的算法实验从特征、模型的设计、开发到最终上线，都是由算法工程师独立完成的。训练任务的调度也是由算法工程师自行管理的，因此时效性不能很好的保证，并且在上线前经常缺乏相应的校验，导致线上出现了多次模型的异常更新，给线上带来了损失。同时，由于缺少算法的共享，不同的算法同学会编写重复的算法代码，造成资源的浪费。训练任务也缺少统一的管理，传承存在问题，很可能一个同学离职之后，他的代码任务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因此团队的整体效率相对低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搭建了一套模型训练管理平台，提供了算法管理、模型实验管理。训练任务调度、模型校验等功能，让算法同学可以自定义算法模板，以 Git 的方式上传代码，供更多的算法同学使用。同时，对所有的训练任务和实验进行统一的管理，以 UI 展示的方式，方便算法同学观察自己的训练任务的运行情况以及实验的对比结果。同时呢，提供必要的模型校验能力，比如模型的大小、AUC、Q 分布等指标功能，防止有问题的模型被推送到线上生产环境中，避免造成损失。这里展示的是我们一个共享算法库的界面。这里展示的是我们一个模型校验的页面。当离线校验成功时，模型就可以被自动的推送到生产的环境中去。我们从算法共享、实验管理、任务调度、模型校验四个维度，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模型管理平台，来提升算法工程师的整体效率，同时降低线上发生问题的概率。以上呢，